好了，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青海卫视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英雄传说：亚洲巅峰2016》年度总决赛的比赛。那接下来这场比赛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倒数第二场的较量。那这场比赛呢，也是场洲际金腰带的争夺战。对战的双方是蓝方来自日本的伊泽波人对阵红方中国的庄树松，这也是双方的三番战。来自日本选手这伊泽波人啊，前段时间也差点成为中国这个搏击圈的一个网红。对。他这个镰刀腿出现之后，我觉得这各大门派包括我们这个搏击圈啊，很多人都在献计献策怎么能去破解、啊、没错，因为他这个动作吧是属于这个空手道的发展型的一个动作啊，本来就是空手道的动作，有哎呦上来伊泽波人先舍身技，所以说能把传统技能用出来啊，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是否的传统武术里面也有一些技法可以真正在擂台上用出来啊，这个探讨确实大家都在不断的议论着。周老师这个话题引得很好啊。嗯，确实，而且这个伊泽波人这个动作虽然看起来也有点怪也简单，但是确实是非常有杀伤力。对，非常有杀伤力，非常有效。哎，来了，刚刚伊泽波人就是这一下。今年在北京的这个比赛当中，伊泽波人也是用这一招，这个拿下了王鑫啊。看到这个庄树松，他的打法是不错的。对，在泰国啊，经过各种这种泰拳的历练啊，庄松属于自己是打出来的，他不是练出来的啊。对，上下打。看起来这庄树松我觉得有准备，他不给这个伊泽波人距离，没错，只要你抬起腿来我就往后撤。对，对了，而且是侧向身位，他基本上是你不会正当的很正很舒服的姿势踢到我。哇，伊泽波人换了一个脚来使这个而且是倒着身体啊，而且反身倒着磕啊，他也有准备，但是他研究我还有别的招。哦呦，这个腿，哎呀，这个腿还是不错。这伊泽波人，他这个级别比较小，57公斤，所以说他其实在日本原来名气并不大，啊，就是因为在英雄传说，哎，在他们这个台上打出了名堂了以后，那么渐渐的他开始在日本有名气了，现在也进入了日本的 K1 的这个新生 K1 的循环圈。看起来英雄传说不但是这个中国选手培养舞台，也成为这日本选手的一个培养啊，你看又来了，给了他们很多机会。他原来来英雄传说之前，2014来英雄传说之前，他2013年的时候啊，打那个 Crush 的青年赛，当时是四，当时是延长战输给了大雅，这个大雅就是今年这个 K1 的日本的冠军，60公斤的冠军啊，这几拳庄树松打得不错啊，但是对手的抱架已经抱得很稳，非常紧，这个距离是他踢腿的时候了啊，但是庄树松要注意啊，不能这么硬顶啊。这个目前为止好像这个伊泽波人没有几下那个独步高，对踢中啊，但是他这拳这次发威了，我感觉这个伊泽波人。庄树松一直戴着白色拳套，穿着白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啊，庄树松。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感觉庄树松没有站住了，给对方连续出这个腿的机会。对。他一直在不断的后撤拉开距离，这个战术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怎样能保证你在自我防御同时去打击对手啊，这个他接下来去考虑，出其不意。伊泽波人这个动作叫做下段种落，他这个动作是日本人先创的，但是真正的就是完善是丹麦人在这个来完善的，把他这个成在那个擂台上成为了一种真正的实用动作。这个动作实际上就是不断打击大腿外侧的一个穴位也好，一个神经的一个麻筋儿，我们所说的啊，就长期就是频次高的打击，就会让你这个疼痛难以抬起腿来。好，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我刚这个站位不错啊，庄树松连续的出拳，哎呀，但是对手也伊泽波人也不错，伊泽波人反击这个拳法也不错呀、啊。看起来他不光只有一招，
还是越来越全面啊。啊，你看他防小庄的拳防的还是非常。但是第二番战的时候，他曾经被庄日松这个重拳击倒过一次啊。嗯，他应该还是有领略到这个庄日松重拳的威力。加强自己进攻的同时，也要注意，也要注意对手这个下盘的这个进攻啊。其实我觉得庄日松只要是不停地往对手的这个身体的另一方向去移动的话，不给他出腿的合适距离，我觉得可能还相对要好一些。他不断地向左转，向对方的左腿转，哎，因为他是要用右腿，基本是用右腿去踢。对，那你往左边去转，他就没有那个击打距离。对。这个是他的位置，你看又来，这个是他的位置，拖出来，连续三脚，一招先吃遍天啊！这个他能把这个技术运用的登峰造极。哎呦，这个算是连续的顶膝吗？算是，已经提醒他了，裁判提醒他一次。庄日松也说啊，虽然上次赢了这个英国人，但是他说跟他每打一次比赛的时候都要休息两个月以上，疼得下不了床，消耗太大了。对。庄日松也不断的用低扫再扫伊泽波人的腿。他确实伊泽波人就是这种右腿的一个镰刀腿。他如果能修炼成左右腿都可以的话，这时候可能就是哇，这个滑倒啊，这个是踩到广告牌了。对，广告牌啊。因为这伊泽波人在日本其实他已经开始打60的比赛了啊，所以他可能大家看一看，他稍微比小庄要大了一号，对，大了一号，壮一些。嗯，这个防不胜防啊！你光防，对啊，光顾着下边，上边扫上去了，这一下很重。对，我觉得庄如松有点摇晃，有点摇。对，这个赶紧跑开休息。哇！这个距离不对，小心！这个距离不对，哎，连续了。又挨了一个拳，还有几秒钟，一个正面，能顶过去，能不能顶过去？哎呀，不容易啊！最后这十秒钟，很惊险啊！能歇歇吧。但是看看这一分钟，他能恢复到什么状态？哎呀，刚才那一下应该扫得很重。但是最后就是这个第二回合的后面这一段，对庄日松确实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和伤害。下一回合他很难打，因为庄日松实际上属于那种抗击打能力很强的，没错，就这样就能都能被这种扫倒啊，这个证明这个力道还是很足的。这个你看，主要因为前面庄日松也是他光防着下边，他忽略了上盘。对，哇，你看这个，啊，这应该是这一下，紧接着这一下。啊，对，有一个变现，这是个其实有点变现踢的意思啊。实际上是胫骨直接横扫撞到他的下巴上。哎呦，伊泽波人啊，开始很放松啊，开始提前欢庆胜利了，基本上觉得自己赢了。你们就可以看到啊，伊泽波人原来第一次到中国来打的时候，那个他的裤衩上基本都是白的，现在看看他裤衩上这些赞助商，对，本来成名了啊，就赞助商了，防上防不着下。最后一局小庄看来也拼了啊，顾不上疼痛了，跟他拼拳。上来之后没有出拳啊，全是腿啊。小庄我觉得还是恢复过来了，这拳还是挺多的。因为小庄也想是要逆转翻盘，像第二场比赛似的 KO 对方。庄日松真的是非常硬的一名选手，硬汉庄日松。当年在泰国的时候被拉去打这个职业拳击比赛，上来就打12回合的职业拳击比赛。哇，这两记重拳让这个伊泽波人啊，哎呀，这个右拳挨了一个很重的小庄，这是一个转身的镰刀腿。看对手这个反磕啊，又来了。这个选手确实一色味儿，人家也进化啊，也进化啊，这个动作也是二代动作，2.0，镰刀腿2.0升级版。但是庄书松这重拳升不升级啊？我们看。
这小庄恢复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对手这个报价真是很紧啊。小庄的这个拳，我觉得小庄现在是这样，他已经放弃下盘的了，他觉得最后一局他能扛得住，他就上盘去攻投。哎呀，但是你看这个脚步的移动现在有问题了，又被扫中，又一个。又被扫中，小庄又顽强站起来，但这时候离比赛结束还有1分30秒，对，这个时候对庄树松来说很难扛啊。其实庄树松现在这个脚步移动已经出现问题了，已经踉跄了，我觉得他现在注意力已经不集中了，这个时候要撤出来休息一下，缓一缓。对手已经不断踢了他两条腿，那个大腿，哎呀，哎呀，已经不行了，现在这个已经不行了，有点积重难返的意思了。对对对，站立读秒了呀。还没有，没有恢复到这个台中间来。庄树松还是在拼，不行，他的腿已经瘸了，我觉得。对，庄树松的腿已经被踢了，这下这个代价付出又是很大啊。你看吧，不断的现在在，还有50多秒，我觉得庄树松好像是没办法去逆转了。哦、左腿变。而且到这个时候，庄树松已经失去移动能力了，就更像这个砧板上的肉一样，被对手任意宰割了，这个感觉。其实我觉得伊泽博人啊，他这个动作还可以进化成3.0，因为他不断踢击这个对方那个大腿的时候，对方下潜防守的时候，他那个头是空的，所以他加强拳法的话，应该还是很有优势的。对，你说他真是很全面的。对，全。但是我们也看到庄树松的顽强啊，真是令人感动。上一次输给伊泽博人，中国选手也是恢复了2个月。不是说有多重的伤害，就是那种疼痛，包括那种肿胀啊，真是让你下不了地。还有10秒，哎呀，这个倒踢，你看，哇，天哪，连续的腿法的攻击啊！庄树松已经都有点难以站立了，你看他刚才他的手是扶着这个护围绳啊。所以你看伊泽博人已经啊，还是很轻快的。伊泽博人这个还是很轻快的。这个伊泽博人到了第3回合，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拳法。都是用这个腿部的攻击，因为在第2回合的时候，这个庄树松遭到一次重击，对，他这个反应下降了，所以在第3回合，这个伊泽博人越打越自信，他就能很舒展、很流畅的使用自己的这个拿手技啊。你看，这伊泽博人就用这一个腿法的攻击实现这个上中下立体的，对，因为那个疼，你顾上顾不了下，对，顾下顾不了上，是吧？中国队先生，我觉得这个伊泽博人确实还是有待于中国这种搏击圈和武术界进行破解啊。英雄传说亚洲巅峰阿拉善总决赛，本场超级赛比赛结果：1号裁判员红方巴比，蓝方是2号裁判员红方巴比，蓝方以26-30一致判定，蓝方伊泽博人冲击金腰带获胜。The winner is Sawano Mito of Japan。这是一条英雄传说世界金腰带。两人热泪盈眶拥抱在一起，既是许敌，又是一生的朋友。人生往往最痛苦的是高手找不到对手，此时二人互相成全，互相成就。来了，请邹国俊先生和石岩姿师傅来为二位颁奖荣誉合影。好，合影留念。掌声祝贺伊泽博人，感谢颁奖嘉宾，谢谢。这个技法更全面，更立体了啊！庄树松拳其实没问题，但他下方的方。